台北捷运车站出现恐怖攻击了吗？有民众表示自己在捷运 M8 出口突然闻到了一股刺鼻的臭味，不断的咳嗽打喷嚏将近十分钟，完全不知道自己到底吸入了什么，非常的恐慌。捷运警察一查发现，是一名男子手持辣椒水不断的在捷运大厅还有月台喷洒，而且沿着捷运红线犯案至少2个小时，受害民众粗估有数百人。警方锁定嫌犯之后发现男子二度犯案，早在17号他就在月台喷洒过辣椒水。男子一身黑搭乘手扶梯到台北车站捷运大厅层，手持辣椒水放在背后遮掩，偷偷摸摸自以为没有人发现，接着喷出白色雾状气体，不断在周围来回走动，进站后继续在月台狂洒乱喷。会怕，因为他那个我们不知道他那个是什么东西，有可能危害人的身体啊，或是什么的、有点恐怖，这真的很恐怖。刺鼻的气味在 M8 出口传开之后，有民众闻到不断的打喷嚏、咳嗽，将近十分钟。没人知道刺鼻气体有没有危险，吓到立刻跟站长反映，数百人不断疯狂咳嗽，相当不舒服，紧急通报捷运警察调阅监视器，发现嫌犯25号下午5点半左右从台北捷运 M8 出口下去，一路喷洒辣椒水，接着再到大厅层绕了2个多小时就搭乘红线往淡水方向搭一站到中山站，才从3号出口离开，这一路上辣椒水味刺鼻难耐。经过大调阅监视器影像，目前已经锁定犯人特征，继续侦查中。根本就像恐怖攻击一样，而且扩大调阅监视器发现，这名男子17号也有进出捷运站，也做出喷辣椒水的动作，怀疑是连续2次犯案，第二次才被发现。这个行为触犯大众捷运法，最高可处100万元，还可依涉违法开罚。如果有民众提告，还涉及刑法伤害罪。台北车站全台最重要的交通枢纽，捷警已锁定犯嫌身份，追踪调查。记者王山慧伦台北报道。